本次演讲主题是由唐凤为我们带来的社会创新发展趋势。接下来，请我们的节目主办人刘登凯老师为同学们介绍提问奖金的部分。有请刘老师。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徐同学。那我也非常在这个找借这个机会，感谢唐峰接受我们的邀请，来上我们的这个访谈的这个节目。那同时对各个老师、校长还有同学们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我的谢意。然后，那我们一直是希望能够同学能够这个常常要把这个发问题也放在心中，然后，所以这个发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发对的问题，你可能就有对的答案。然后，比如像牛顿就问说两个问题，一个是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月亮不会掉下来，那它就变成有万有引力从这里开始啊。所以我们鼓励同学在演讲之前有三个奖金。那第一名我们给台币1000块钱，第二名给台币500块钱，第三名我们给台币300块钱。那在听完演讲，在听演讲当中，我也希望同学能够有机会能够多发问问题。哎，那我们相信我们的嘉宾会非常非常高兴来回答同学的问题。所以，我们同样的有三名这个奖金，第一名是1000块钱，第二名是500块钱，第三名是300块钱。好，希望同学多加利用这个机会。好，我把我的这个时间交回去给我们的主持人。好的，谢谢刘老师的说明。这里跟各位同学讲解一下节目流程。这次的演讲将以提问方式进行70分钟的访谈活动。如果对我们的演讲者有任何疑问，欢迎利用我们身后的 QR Code 发送问题。如果报名时还没想到问题，没有关系，现在填表单还来得及向唐凤提问。我们会选择3则问得好的问题，获得好奇学生奖励金。在公布得奖同学的同时，我们也会颁奖给演讲前提问的同学们。我们非常鼓励同学们于活动开始前上网查询演讲者的相关资料，并以问题包含唐凤的技术领域、团队合作等层面发想来询问问题。本演讲的宗旨一直以来都是希望学生们大胆提问，成就非凡未来。所以，我们愿意于事前提问提供丰富的奖项，也希望各位同学踊跃参加。再来就是请各位在将问卷送出前，一定要再三确认您的联络资讯，不然结束后公布得奖名单，联络不到同学会很可惜。现在我们有请大同大学何明果校长介绍今天的演讲者唐凤，有请何校长。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这刘登凯博士热心的主持啊。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在6、7年前啦，我们就是从 Connecting Taiwan 把这个海外的这些这个学有成就的这些专家了、学者呢，把他引荐到台湾，透过视讯的方式啊。那在几年前，刘登凯博士啊，他在这个 NASA 的工作虽然很忙啊，但是他也想到说，其实觉得学生提问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又增加了一个好奇学生大灾问。把两个节目把它组织起来，它整合起来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活动，而且不断的就是这个召集啊，征集这些优秀的同学来参与这个主持团队。刘博士他自己不主持的，他就是要同学们来主持，同学来 organize 这个活动。我想这样也跟唐凤、唐政委在未来的培养年轻人这个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才对。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个政委啊，能够给我们这个好奇学生大灾问 Connecting Taiwan 更多的资源跟支持。那在这边呢，我们来开始介绍一下这个唐政委。唐政委其实我们以前见过一面了，可能不记得了。我们在这高雄放射大厂的时候也在一起吃饭了。那个唐政委是温文儒雅啊，然后我们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啊，我们特别由这主持团队啊帮我整理了一下啊，从我想这个大概是从维基百科啊找到的，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唐政委现在是行政院的这个数位众委员了。那33岁的时候就从这个 Social Tax 啊公司和苹果公司啊完成了面试新人以后，把工作交接了，基本上就退休了，退休了，33岁就退休了。那2013年啊，唐凤是这个与这个身边的这个黑客伙伴组成了一个叫做临时政府啊，从这个预算面啊，从这个视觉化的感。的这个表达，然后打开这个政府的资料，那这个就让这个公民呢，可以透过这些视觉化的这个资讯呢，来监督政府，来看政府的这个行政的这个措施跟效率啊。那2016年呢，
那11号开始啊，担任这行政院的这个数位政委员，负责这个开放政府、社会创新与青年参与等3项业务啊。那透过从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啊，向政务官的同事啊，示范怎么用数位科技啊，可以让达到这个行政简化流程啊，提升这个讨论品质跟决策品质的这个透明度这个目标。那我想，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实名制啊，我想大家每天进出 Seven 啊，这个 B 一下那一种动作啊，让大家觉得自己很安心啊，这都是他的这个经典之作啊。那唐政委在这个所谓学历不等于学历的经典呢、啊，如果说要用一个头衔在社会座位上定位唐凤的，那他儿童期间是一个天才儿童啊，我也看了很多的内容啊，特别非常感动，这个跟大家的学习环这个路径啊非常不同。啊，那青少年时期他是一个网络的创业家，那现在唐凤，是一个联结者，他联结公部门和公民运动，他联结科技和民主，他联结台湾和世界。那天下杂志这个用这段话来描述唐凤，从天才神童到网络创业家，啊，现在的唐凤是联结者，他串起了科技与民主，联系了公民运动和公部门，啊，那台湾的。这个成功是模范呢，更成了国际社会的热门的案例啊。那他也说过的，越后面我们就越觉得伙伴的关系啊，从伙伴关系去想啊，就不完全是从这 co-creation 去想啊。我常常在黑客松说啊，这些题目都是让我们彼此认识的借口，伙伴关系才是主要的产品。我想今天我们这个好奇心大家问这个活动，也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同学啊集合在一起啊。那相信的，这所有同学透过这个organize 这样子的演讲啊，这样子的国际化的演讲，还有这个活动呢，也希望我们这个好奇心大家为能够在每一位同学的这个人生上面啊，放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注。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这个唐凤唐政委来替我们演讲啊，我们再把时间呢交给主持人 Tiffany。谢谢校长。那 Hello，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可以担任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我是 Tiffany 汪纯安，目前就读史丹佛大学物理系博士班的第二年。那谢谢已经踊跃提问的各位，我们在表单中收到非常多有趣的问题。那也请大家在整个座谈会期间继续多多利用你面前的 QR code 继续提问。除了你们已经提交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及时从现场选出问题，有2位学生代表子云跟 James。来替大家问唐凤，那让我们欢迎子云跟 James，请你们稍微自我介绍一下。Hello，大家好，我是王子云，然后我现在就读大同大学工业设计学系，然后现在是大二，那今天是担任访谈学生。大家好，我是杜英生 James，来自国立成功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然后跟子云一样也是大二，今天很荣幸为大家当访谈同学。谢谢你们。那今天跟普通演讲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主要将会是由学生提问，然后唐凤来答的方式，所以还请大家踊跃参与进来。那我们会分成2个主题进行讨论，第一个是科技创新与未来，第二个是社会发展与趋势。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会在最后有一个不限主题的提问机会。那每个主题会有30到40分钟左右的时间，由学生代表来与唐凤进行问与答。在唐凤回答完提问的学生哦，其实可以有一个追问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跟唐凤直接讨论互动的好机会，那请大家多多把握。时间有限，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个主题：科技创新与未来。那唐凤您曾写过一首诗，我们有放在这边。那我来为大家朗读一下中文版的：看见万物联网，我们将智慧联网。看见虚拟实境，我们将实境共享；看见机器学习，我们将协力学习；看见用户体验，我们将体验人际。听说起点即将接近，请别忘记，数位就在这里。那在这个诗里面呢，您提到了几个最夯的新兴科技，像物联网啊、虚拟实境以及机器学习。您特别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甚至是人与造物跟发明的连结、共享和协力。而不是取代跟竞争。那这些关键技术的应用横跨了政府、工业、市场以及每一个个人，他们的连接可以说是塑造未来社会重要的基底。我想先请问唐凤，那您对于这些新科技未来可能如何改变社会有什么样子的想象，又有什么样子的风险需要思考？谢谢，非常好的问题。
我常常说数位就是好几位，就是不止一位的意思。那数十位、数百位、数千位都是数位的体现，所以我觉得数位的技术最主要的价值就是 plurality， 也就是 collaboration across diversity， 中文可能叫做跨域协作吧。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之前有数位技术之前，可能只有一个人可以透过广播讲给几百万人听，那或者是透过电视演给几百万人看，可是这几百万人都没有办法回馈，而且也没有办法彼此互相倾听。那但是因为网际网络技术是多对多的技术，而且在里面的创新也不需要任何单点的授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第一次的可以做到说，如果你看不顺眼一个东西，你不需要去好像去打破它或者是摧毁它，而是你可以做另外一套你觉得更好的做法，那看到它就慢慢扩散。我们在网际网络上面的几乎所有的新的发明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不是新的打破旧的，而是新的逐渐扩散之后大家就直接去用新的了。所以像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种社会发展的方法，也就是都是良性的或者说 positive sum 的竞争哦，而不是说好像 zero sum 你死我活或者 negative sum 这个双输多输这样子的竞争。大概先回答到这里。嗯，那谢谢你的回答。那我们接下来请子云来代表学生提问。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来自逢甲大学机航博一的陈永祥以及台师大化学系的杨竹轩。那他们想请问的是，因为现在物联网就会串联了各种生活设备跟物件嘛，那遍及的范围也很大，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比较能够避免有心人士去恶意操弄它，然后导致失去隐私，然后从万物皆可连变成万物皆可盗呢？是，谢谢，很好的问题。从最简单的方式来说，这里要分成两层，一层是关于资通安全的，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些设备、这些软体等等，就好像一个防火的建材一样，它应该要有一个品质的保证。那当然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有比较好的使用的习惯。那不过我刚刚看到刚开头的影片其实有讲到很多嘛，关于备份啊，可能关于多因子认证啊等等，这个属于老生常谈，我就不讲了啊。那我比较想贡献的是，我们最近花很多时间投资这个所谓隐私强化的技术。那它的概念呢就跟资安比较不一样，资安是说你资料已经收集起来了，已经放在某个地方，那但是你不希望别人去看它，不希望别人去篡改它。那但是隐私强化技术常常是说从刚开始就不要把资料集中在一起，甚至资料本身 raw data 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分享。我举例好比像说像刚才开场的时候有提到的简讯蛇连制，它就是用了一个所谓 multi-party， 就是资料分散式存放这样子的技术。你扫 QR code 的时候，店家不知道你的手机号码，那你的电信商虽然知道那个15码的乱码，但是他不知道对应到哪个店家。只有意调人员在取得三方面的信任的时候可以把它拼起来，但是即使是意调人员也必须要在 SMS.1922 这个平台上面向你揭露说那过去28天到底是哪个县市的哪一位医疗人员，至少他的编号有看过你的记录。所以这个是叫做 reciprocal transparency， 就是对等的透明。那只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才能够确保说不管是黑帽的骇客他攻进了哪个部分，他没有办法一次掌握到全部的资料，那因此也没有什么隐私的这个问题，因为他这是所谓的防御纵深嘛。如果打进了某个地方的话，我们一发现那就会确保所以他不能够看到其他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他不是黑帽骇客，有时候他是一个正在调查诈骗案的刑警，那他是直接就是拦截了那个可能的嫌疑犯的简讯的通联。那因为他不知道这15码是什么，所以他就发个搜索票想要去搜索这个15码到每个店家对应的资料库。那法官不但没有核准这个搜索票，立刻就写一个报纸投书。那在这个情况下立刻我们
法务部就说没有这些简讯其实不能够算作是我们的通讯监察那边的简讯，因为我们这边28天就删掉，是防疫用的，大家扫的时候都会看到是防疫用的，那但另外那边才是人对人的通讯，这个只能算是类似便利贴吧。那所以就是在整个社会的参与之下，我们就确保说这件事情只为特定的目的使用，而且当它在分散式储存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保说单点的故障不会导致大规模的隐私的泄露。希望有初步回答到这个问题，也欢迎追问。谢唐宏的回答。那来自逢甲大学的陈永祥跟台师大的杨竹恒，我念错吗？你们还有什么想追问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把时间交给James 来代表提问。好，那这个问题是由来自 SWE 的 C Chang 还有大同大学资工系的杜宇豪、林世博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有鉴于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强化学习上遇到的挫折，有些人可能认为机器学习的开发已经成熟了，想请问您认为机器学习的未来会如何再有所突破，或者是有没有下一个科技趋势？就我比较粗浅的了解，最近当然像 Transformer 架构这些，它当然是所谓成熟，可是我倒不会把它看成挫折，我是把它看成说，我记得才在几年之前，可能六年前左右，好像每一个机器学习的 domain 都有自己一套训练的方法，然后都有自己一套的这个术语啊，那所以我看包含，因为我自己主要是做语言文字处理的，那我去看图像的啊，或者去看其他的领域的这个生物啊、医学啊、折叠蛋白质啊之类，我就要做很多 domain 上面的转译，而且也不一定立刻看到的技巧就可以拿来我们这个 domain 用。那但是最近一两年确实是看到，包含 transformer 架构在内的很多架构，它现在达到了某种泛用性，就是在某个地方学到的做法，那在另外的方面就可以直接的适用，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就是一个领域它逐渐成熟了的话，就比较不像炼金术一样，好像每个炼金学者的笔记其他炼金学者都不容易看懂啊，而是真正是往科学就是可重现跨领域可重现的方式迈进。那你说下一个趋势，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隐私强化技术包含我们所谓的联邦学习，就是大家分散式的 training train 出来的东西之后，我们不需要分享 raw data，只需要分享学到的东西，它就可以很容易的整合回去，或者是所谓的同态加密，就是你帮我去训练这个模型，可是我 raw data 交给你的时候是加密的，所以你训练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我的 raw data 是什么，或者甚至我做查询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查询了什么，但是还是可以运行查询，就是把这个储存跟运算分开哦，这样子的想法，这些都是在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对于隐私的更加关注之下，我们现在把上一波的机器学习把资料无论如何就是要聚集集中的这样子的想法稍微做了修改，变成是关于谁的事情就要谁的参与，让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在第一线使用的时候重新调教，那以及在分享资料给这些机器学习训练者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分享 raw data， 那这些部分我觉得都是相当值得大家关注跟投入的新的趋势。谢谢唐凤。那 C Chain 和杜宇豪、林世博，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追问的吗？不然我们访谈学生也可以追问啊，或者是也可以分享你的见解啊。好，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读资讯工程的，然后我也会就是在一开始接触 machine learning 的时候，感觉好像也已经开发就差不多，就好像就 machine learning 差不多就是长相这样子。但是就是刚刚听完唐凤说的时候，就是对，觉得对，就是好像在 integration 这一部分上面可以再有所突破。对啊，就是当它比较成熟的时候，我们想的其实就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它比较是关于人的，而不再只是关于机器或者是关于资料的，确实是这样。谢谢唐凤，谢谢。大家可以多多互动，那我先暂时把时间交给王子云。这
哦，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于明传大学应用英文系的全胜利。其实据他所知，委员非常喜欢这位加拿大诗人留下来这句话：万物皆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那想请问委员，觉得台湾推行数位化的必要性是什么？就是是什么缺口让你看到这个光的地方，然后想要让你致力于整顿台湾数位化的未来？大概有两个，在最近两三年，大家全世界都看到的，缺口，一个是关于民主的，一个是关于韧性，韧性就是恢复力啊 ，resilience。关于民主的，我们在最近两三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都所谓的民主退潮是非常的清楚。台湾当然按照经济学人是亚洲最民主，全球第八民主，但是那不表示我们民主突飞猛进，这只能表示我们附近大家都在倒退。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缺口是很严肃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的国家很多政体认为说他不得不稍微做一些封城啊，或者是一些 top down 的一些手段，那来限制大家的自由，甚至是因为所谓假讯息猖獗的关系，所以就用行政部门的力量就把网站下架，或者是限缩大家的发言的自由。那当然民主是建立在自由上，所以自由被破坏了，不管是移动或者言论或集会结社的自由，那也就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了。那所以这个是国际上的很大的挑战。那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在就是疫情当中，他不太牺牲他的民主，但毕竟例子比较少，比方说纽西兰啦。那当然台湾在这方面是有相当大的贡献，至少我们完全没有封城，也没有把任何网站下架，从行政部门嘛，所以这是我们具体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韧性，也就是恢复力哦。那我们当然在乌克兰的情况让大家发现到有网际网络，大家都可以用卫星上网，跟没有是不一样的。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大家全球不太确定发生什么事情，国际的关注也就比较弱。但是这次因为有相当具有韧性跟恢复力的网际网络的协助，那所以大家就比较知道第一手的经验在乌克兰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个情况下，国际上面对于大家的共同价值的确认就变得很容易，而且也比较真的知道能够帮上什么忙。那乌克兰的平民也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手机来协助不管是重建还是甚至一些作战情搜方面的工作，那这个都有赖于就是网际网络，它不挑特定的沟通的媒材，它不管是走卫星、走微波、走光纤等等，都可以达到在应变所需要的，不管是战时还是灾难发生的时候，去凝聚这个社会的恢复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台湾可以有所贡献，因为台湾当然我们也居安思危，而且也整天碰到这个地震或者台风这一类，可以大家互相学习怎么样守望相助的一些机会上。那请问明传大学的全胜利同学有没有想要追问的吗？你好，请方峰。你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是我是刚刚承蒙主持人介绍的明传大学应用英语系的全胜利。我想追问的提问是，刚刚唐峰有提到说，我们现在透过一个星链或者是网际网络的串联，我们可以知道在世界各地我们到底当下就发生什么事，我们是可以马上得知的。那从您的角度，或者是从数位资安的角度，您怎么看待这个星链计划的发展与形成？谢谢，非常好的问题。当然星链只是低轨道卫星的其中一家提供者而已，我们还有很多家可能的提供者。那只是星链这一次就是全球都知道它的存在，因为它配上它同一家公司所做的包含储能的设备啊等等，以及移动式储能设备叫做特斯拉等等，所以取得了全球的瞩目了。那在资安方面，我觉得有两个蛮重要的想要讨论的第一个是说因为毕竟连上了这个低轨道卫星之后，它实际再怎么样连上网际网络的那个 gateway 那个
扎到，可能就不在同一个地方了。那尤其以乌克兰的情况，当然他们如果扎到设在当地的话，变成一个很容易摧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说，哎，跨境在我们管辖领域所不在的地方，那一台电脑还是按照我们的想要的方式来运作呢？那这个就有很多所谓的 trusted computing hardware、security module 等等的这种方式来确保说，即使在外面呢，我们还可以确保它的运作。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我们自己的系统如果是受到了破坏，好比像说，以我所知，爱沙尼亚他们就有一台电脑在卢森堡，那一台电脑享受类似像大使馆这样子的待遇哦，就是卢森堡认为那台电脑是它的就是爱沙尼亚的领土了，就是不能够任意搜索进入等等。那台电脑它是及时的会更新，就是一两分钟前在爱沙尼亚的最核心的一些资料库，户政资料啊，这个财政、地政、议政等等的这些资料，所以即使爱沙尼亚发生了什么不测，那就不会只是说，哎，它可以连得到国外，而是说，即使它的资料中心被完全炸烂了，那它可以在短短的可能几小时之内，甚至不到一小时就恢复它的关键的资料库的运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资安有另外一部分是 availability， 就是可用性啊，就是人家没有办法去篡改你的资料，人家没有办法去窃取你的资料，那就毁掉你的资料，就是解决掉这个可用性，它不可用，那这也是一种攻击手段。所以我觉得韧性的另外一部分，除了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它的不可篡改性之外，我觉得就是如何快速的恢复可用性也是我们要关注的点。谢谢唐鹏。谢谢唐鹏，谢谢全胜利同学。那接下来请 James 问下一个问题。好的，没问题。接下来是由大同资工的杨元宇所问的问题。他第一个想问的是，如果2045年将是科技的大起点，那么你觉得2045年世界会出现什么令人惊艳的新科技？而第二个问题是，自学已逐渐是现代人学习新事物的一种方式，特别是知道你过去常常靠自学的方式去学习你想要学的新事物，那么你觉得当自学，就是想要把自学当作一项新技能，有没有什么关键，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建议？第一个是个陷阱题哦，因为大的奇异点按照定义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描述的东西才能够叫做奇异点哦，那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那不过大家也知道说，我的主张就是 plurality， 就是刚刚讲到的数位、数十位、数百位已经在这边了，我们并不需要去追求所谓的奇异点，因为奇异点其实是就是数百位里面的某一位他的想法实现了而牺牲掉所有人了，那这个并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应该要努力的方向。那所以如果往 plurality 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大概2045年最主要的差别跟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是用一种二维的，那只有我们的一小部分的非语言讯息有传递过去的方式在沟通，那但是我的周边跟各位的周边其实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并没有共同在场的感觉，我就是觉得我在对着荧幕讲话，那相信各位也一样。那但是到了2045年的话，相信全然的共同在场会变成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只要能够收得到卫星讯号或者卫星讯号的中继器可以碰得到的地方，那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把自己旁边的实际状况跟任何其他的环境能够弥合在一起，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更方便我们所谓设身处地的情形，那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不再是说好像是我们的交通决定我们谁是邻居，而是共同的想法、共同的价值，就可以很容易的有一种邻居共同在场的感觉，大概2045年是大概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情况。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 purpose， 就是有没有一起想要达成的某个使命，那透过这个共同使命聚集成某种学习型的一种社群哦。那就像好奇学生大在问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说每个人他都可以做出贡献，可是又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觉得好像所有重担都在他自己身上，因为在自学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都会有 good days bad days， 就是有时候很有生产力，有时候不太有生产力，但是只要
要是在一个学习型的社群当中，那就会在即使自己比较没有生产力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别人的互相学习的过程而受到鼓舞。那在自己比较有生产力的时候，也不会变成孤芳自赏，而是说学到的东西可以立刻去跟别人分享。那我觉得只有这样子的情况，才能够不断刺激自己有往共同的这个 purpose 去学到更多的新东西的动力。先我回答这个问题。那大同资工的杨元瑜同学有什么想要追问的吗？好，那把时间交给我自己有想要追问。对啊，请啊。好的，因为我是读，也是我也是跟元宇一样是读资工的，那我也完全的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觉得自学已经现在学习新事物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会觉得说学校教的东西会相对有一些就是有点过时，就是跟现在业界会使用到的科技比起来，那你觉得有没有在教育上面可以对这个东西做改变，还是其实是学生我们自己要做改变？我觉得刚刚讲到的 PBL 就是基于 purpose 的学习。那像台湾因为我负责社会创新的行动方案，里面有一支叫做 USR 的计划，当然还有另外一支叫 Ustart 的计划。那这两支都是去确保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是一学到什么就立刻 practice， 学而实习嘛，就是实际的去把它用在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或者甚至自己创业的这些题目上面。那我觉得更多的这些 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可以达到 project based learning，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我们实际上老师的存在只是比我们先学某个东西，而且他还保持着研究热忱，而且跟我们分享他的研究热忱的另外一个学习伙伴而已。那但是如果某件事情他已经有标准答案，那就像你说的，这个好像在课本上面已经有一套做事的方法了，就算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科技突飞猛进，早就已经有不同的方法，我们为了要得到正确的分数，还是要照着旧的方式写，那这样就不免扼杀了这个学习动机哦。所以我觉得就是找到像 USR 就是17项永续发展目标的 purpose， 或者甚至 Ustart 跟这个永续发展目标不需要有关系，你自己创意自己找个题目就好，是由学习者本身来设定他的学习所要达到的 purpose， 那老师是帮他媒合到正确的资源，包含透过大灾问去问相关领域的人。那我觉得越往这个方向走的话，那学习者跟学习场域的关系才会变得比较对等，而且比较密切哦。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有了解，谢谢唐峰。谢谢唐峰，谢谢 James。那子云，由你代表问下一个问题。再来，这个问题是来自 Nicole Tsai 的。那他的问题是，万物联网感觉就是需要有一些技术啊、资源、有设备才能投入，然后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些先决条件。那像我们这种一般人或者是没有接触过这种领域的学生，要怎么进入这个万物联网的领域？其实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宽频网络了。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成本现在都不高。那宽频网络在台湾我们是当作人权哦，就算是接近4000公尺的玉山北峰都可以有相当于我们现在正在用的视讯所需要的这种网速。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的问题哦，欢迎来找我。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把它看作类似像全民健保或者是国民教育等等的这种最基本的人权。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如果没有保障这方面人权的话，那连不到网络的地方的人就会被排除在公共的决策之外，那这样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民主多元的价值哦，是背道而驰。所以这部分我想就是大家角色也就是要让政府去做这方面的宽频的人权的建设，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就是特别在讲到学生，我觉得我们现在像今年9月开始就所谓的生生用平板，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好像你非在每一堂课都非用平板不可，而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每一个学校的老师也好，或者家长也好，都可以习惯说学生使用平板的时候，它可以是作为学习的目的使用，而不是像很多大人所担心的，就是觉得说你在看纸本书才是学习，再用平板就一定会分心哦，一定会去玩别的东西。因为其实 multitasking 就是多工的这样子的活动，
只要你是把它接近一个大家都可以彼此创造的社群，不管是小学生改彼此的 Scratch 程式，中学生自己加一个 Minecraft 伺服器去 fork 别人的世界等等，我觉得都是通往刚才讲的自学的这个过程的一个管道。那所以我不觉得说好像你是要为了万物联网而去学习万物联网，我们刚刚讲到的大概是智慧联网了，就是你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你对某个创作感兴趣，对某一件你关心的社会问题感兴趣，那透过网际网络让你能够接触到对这件事情也同样感兴趣的人，好比方去我们众云平台发动一个联署，说这个外带饮料就不要再用塑胶吸管啊等等，那当你碰到这些人的时候，自然你就会碰到关于这件事情议题佐证所需要搜集的资料，那这个时候就会开始了解万物联网这方面的技术，但是同样的是按照特定的 purpose。 那我觉得我们的家长跟老师就是要担任一个类似向导这样子的角色，而不是说啊那边很危险，这个有断崖，这个你就或者是说可能会淹水，所以就不要学游泳等等的这个情况。那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教材教法的调整吧，才是我们神神用平板最主要的目的。那一旦这个调整之后，当然我们也会优先的在偏乡或者是对于小孩比较多的家庭，他很难 afford 每个小孩有自己的个人设备等等，去确保说大家都有相应的这种设备啊。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那 Nicole 蔡，你有什么想要追问的吗？好，那子云或 James 有没有什么想要继续追问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不是有这种万物联网，然后也有一些 VR 设备，那他们的你觉得，因为这些东西也都是像他说的，也是需要一些基本的技术资源，那你觉得其实这些东西越发达会不会造成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会更大，或者是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把它看作一个像是人权一样的东西，还是把它看作是一个自由市场底下的东西。那我刚刚的回答就是说，只要它是在国民教育或者终身教育里面用到，那台湾就很强的就是关于学习权跟健康权都不是资本主义的，都是社会主义的的这个最基本的核心。所以我觉得我重点是我们把它界定成大家维持健康权或学习权或者参政权的这些社会主义核心的这些部分的需求的主要设备，那就应该要由公家的资源来提供。那当然全民健保给付的部分很多很多，外国朋友都觉得，我们连牙医都给付啊，这个难以想象。那但是到某一条线之后，好比像说医学美容啦之类，那这个健保大概就不给付了。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反商哦，就是说到某一个程度以上，举例来说，好比像说你有某种电竞的这种需求，你想要成为就是电竞战队什么之类，那 at some point 你可能还是要去找战，很难主张说这个是完全是学习权的一部分，但是在那个之前，就是让你能够触发这方面的兴趣，而且找到这方面的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还在学习权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们的教育经费必须要来挹注，也必须要来确保的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你的回答。谢谢唐凤，谢谢子云。那接下来的问题会是这个主题的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那我们请 James 来代表提问一下。好的，那这个问题是由北科大资材硕一的张兆仪以及吴文轩大同大学资金系的吴文轩所问的，就是现代人长期使用电子产品，尤其 VR 眼镜使用时眼睛总会不舒服，那现代人使用手机的电脑会出现干眼症等症状，再加上虚拟实境，那我们的眼睛该怎么办呢？我想 AR VR 不是说一定是视觉吗？
你现在戴个耳机，尤其现在有那种所谓的special audio， 就是空间环绕式的耳机，那你也闭上眼睛，立刻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我有录一个 podcast 叫 Innovative Minds with RJ Tang， 唐凤嘎创新。那我们录音的那个地方是空总 C Lab 里面的 Sound Lab， 那边就是完全隔音，然后有四面八方非常多个喇叭。那你只要一走进去，一闭上眼睛，立刻它就可以把你移到完全不同的地方去哦。那绝对也是 VR， 所以 VR 并不一定是关于视觉的，那就像 AR 也可以是关于听觉的。所以如果对 AVR 有兴趣，但是眼睛已经过于劳累的话，那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哦。我想听觉的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那另外就是关于就是长期使用手机跟电脑，我觉得主要还是你有没有变成一种上瘾，好像强迫性使用的情况吧。像我自己，我是尽量都不碰触控荧幕，因为我一旦碰了一阵子之后，我会有一种幻知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它在划我，它变成我的手的一部分了。那这个把它放下来，还会有一种疼痛的感觉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那所以我自己都是隔着一支笔，就是 stylus， 那或者是Apple Pencil 这一类的，那或者是透过touchpad 或者是透过键盘。那我发现说我只要透过一个中继的输入装置，我就会有 intention， 就是我想要碰萤幕上哪里我才去碰哪里，而不会变成是好像下意识的就一直滑的这样子的情况。那我觉得当然有些人是就算用了 stylus 或键盘也会忍不住的再去滑哦。那所以现在也有一种想法是说，那我们在就是放口袋，但是手机是关机的情况，那所以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再开机，用一个时间的延迟。那或者像我自己常常出门的时候带的是Nokia 的可以翻开来的那种有键盘的手机，它压根就没有触控萤幕，所以也绝对不可能有上瘾的情况等等。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了，所以不管是透过像番茄钟这种时间管理的方式，还是我刚刚讲到很多是空间跟自己的习惯管理的方式，那只要没有上瘾的情况的话，那我觉得对于眼睛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以上，谢谢唐凤。那张兆仪同学跟吴文生同学有没有想要追问的？我想问一个问题，那个我是工作人员，那个林小丽。刚刚那个唐凤有提到番茄时钟，我还蛮好奇，唐凤是怎么把番茄时钟应用在你的工作啊生活上面？嗯，是番茄钟就是每半小时休息五分钟。那在工作的25分钟里面绝对不受打断的这样一种工作方法。那我的应用就很简单嘛，就是任何人包含我的同事啊，内阁的同事啊，传即时讯息给我，我都只有在半点钟或整点钟前五分钟才会看到，那所以我就不会被打断。那所以任何时候，我现在在演讲，当然我是转勿扰的模式，转静音，但其实我就算不是在演讲，基本上手机什么也是不可能打断我的。那只有到五分钟的时候我才去看。那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很多时候他就是传个讯息给你十万火急，但是因为知道你半点钟才回嘛，中间他自己去调度资源，那等到你回来看的时候，其实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就算没有解决，他也想得比较清楚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好像看一封 email 一样的，来回他有完整的脉络，而不是说这个你一面在回应，你一面看到他正在输入中，然后彼此打断了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可以很有效的把即时讯息转成半即时的处理方式。那这样子我们在脑里面就比较不会有脉络切换 context switching 这样子的认知成本的问题哦，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它会提醒我不要过度专注，尤其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稍微抽身出来看才能够看到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法。那因为人都有锚定效应嘛，所以你过度投入，已经花了两三天都在做某个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很难接受说这个解决方案并不是最好的。那所以番茄钟就是逼着我说，哎，每半小时一定要抽身出来看一下说上面那半小时做的是不是正确的方向，或者是哎再重新想一想说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所以对于解决这种完美主义啊比较强迫性的这种行为，我觉得也很有帮助，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哎，
了解，那 我再接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有用番茄时钟在我生活上，可是我后来发现讯息那些我都可以把它阻断掉，可是有一个东西我没办法阻断，就是人会直接跑过来我旁边问我问题。嗯嗯，就是他不是讯息，但他可能正在我的25分钟番茄时钟里面，他就跑过来说：“啊，我问一下你那个问题。”然后我就会被打断。嗯，你有没有遇过像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你是怎么去处理的？嗯，对，这个时候那个听觉的 VR 装置哦，就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是戴这种就是全罩式的耳机哦，的话，那基本上打断你的社会成本是很高的。那尤其是如果我现在还有看到说不但 VR 眼镜，而且连讲话的麦克风都有一个口罩，那这个罩子就会确保你的收音不，就是你因为在视讯的时候，旁边的人甚至听不到你讲什么之类。那就是说你越放一些这种我们叫做 social signal， 就是社会上面的一些标示，让大家看到说你就是没有要被打扰的情况，但是你又很明确的跟他们说但是你到整点钟到半点钟的时候就欢迎来打扰我。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也就是说常常我们会知道说我们的身体的界限我们要防守好，但是我常常这种时间的界限我们没有像保卫自己的身体界限一样去保卫自己的时间界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比较坚定的不假辞色的说你正在打扰我的时间界限，这就好像侵犯我的身体界限一样。那如果是你用这种坚定的程度讲的话，一次两次大概很少人会在你的番茄钟中间来打扰你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啊，了解，我觉得有回答到我问题，我之后会继续练习。谢谢，我问完了，谢谢。谢谢小丽，谢谢唐凤。那大家记得问题可以扫我们这个萤幕上面的 QR code 进行提问。那刚刚在聊天室里面其实有一位学生问了一个问题，那我还是把它问出来，因为蛮有趣的。那 Annie 真，你想不想提问？好，sorry， 因为我正在搬家所以很憔悴，我不是学生，然后可是我非常的想要帮大学生问一个问题。请问唐凤委员，因为我觉得在不管是在台湾或是整个世界，其实网络霸凌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越来越严重。那我不知道说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于大学的学生，他除了不要成为一个霸凌者，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运用资讯科技来进行创新，进而减少网络霸凌？谢谢。当然很多霸凌的情况是因为旁边的人袖手旁观哦，或甚至这个又被卷进去哦。那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当你看到霸凌的情况在发生的时候，不要袖手旁观，而是有一种说这个就是网络霸凌啊，为什么你要做这样子的行为呢？你状况还好吗？要不要去看医生或辅导师呢？等等，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旁边的不相干的人的及时的发现跟介入，那通常它就不会演变到太严重的情况。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练习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网络成瘾，那所以即使在一个不善的情况，就是正在被霸凌的情况，变成没有办法从中间脱身。那我觉得就是即使是完全没有网络霸凌，在平常的时候也应该要练习我们刚刚讲到的，像番茄钟啊，或者是把手机放在离自己不管时间还是空间上有点距离的地方，或至少把触控萤幕放在有点距离的地方等等。那因为大部分被霸凌的情况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转向到其他的空间去寻找社会的支援。那但是如果他的社会支援的人都沉迷在同样的一个网络的空间里面，确实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平台去找支援嘛。那所以我觉得在平常大家就习惯这种多个不同模态的沟通。在台湾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封城嘛，大家都已经很习惯同时有近距离的互动，有中等距离的互动，有长距离跨时区的互动等等的不同模态的方法。那这样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碰到比较像霸凌的情况，
至少你有两个以上别的社会网络，去跟他们分享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一起来想有什么解决方案等等，就是不要特定的被锁死在某一种特定的互动方法里面哦。先我回答这个问题。谢谢您的回答，谢谢。谢谢唐凤，谢谢 Annie。那时间有限，我们现在就先切下一个主题，社会发展与趋势。那从过去可能百年才会出现像蒸汽动力这样的技术突破，到近代的几十年我们学会运用核能啊，再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科技出现，似乎象征着我们正在加速前进，接近一个超出我们能够预料的科技起点。那刚刚前面有人已经提到像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比较兴奋的是，例如说人工智能运算会不会产生意识啊，我们是不是会放弃目前的碳基躯体达到永生，量子运算是否又隐含一套全新的世界观，颠覆了过去和未来的界限等等。那像这方面就有很多很的想象，听起来好像很耸动，但这种无法预料性真是让人非常兴奋的地方。那有些人认为人类文明将被颠覆，但也可能是我们突破自身限制的一个临界点，社会样貌终将不可逆的改变。那我想请问一下唐凤，在政府啊、社会、市场等等等的层面，我们自身该如何来应对科技和局势的加速前进、改变和不可预料性？那台湾又该如何准备好面对这样子快速的改变？我们个人又能做什么？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未来的可能性保持开放。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私自决定说最好的社会样貌是怎样，然后就剥夺掉下一代的，包含各位年轻朋友以及更年轻甚至还没有出生的朋友的创造发明的这些权利哦。那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一代的科技它可以作为让决策极为集中的那种应用，像1984里面那样子的应用，那但是它也可以用来做极为民主化的，每个人自己想到创新不用问过其他人创新就直接扩散，因为复制没有成本嘛，它被复制的也没有损失嘛，完全开放民主的应用。那在极为集权跟极为自由的这两端，我觉得我们既不应该说我们就透过像疫情啊，刚刚讲到假讯息危害啊的这种题目来控制社会，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说好像完全放任着事情就往任何方向发展，然后我们政府好像就是追认这件事情存在，但是却不提供像刚刚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平权以及包容性equity 跟 inclusion 这两个价值嘛。所以我觉得过犹不及了，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在想说大家在新一代的有新的想法的时候，虽然跟我们现在的社会主流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讨论的空间，那这些不同，这些 diversity 还是有可能达到彼此协作，有一些彼此共同互相认定的价值。那但是我们如果一下子就把社会发展的方向锁死了，那我们后面的有不同想法的人就变成他只能移民，或者是可能就是移民到火星或怎么样，因为在就是他所想象的那个可能性说不定是更好的可能性，但是他没有发言的空间，也没有来创造的空间。所以保持对于未来的开放性，我觉得是这个真的是大哉问了，我一个初步的一个回答。那很期待接下来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题目。谢谢唐凤。那接下来请 James 来代表学生提问。你要开麦啊。Sorry， 这个是由来自 Oracle 的 Joseph Sun 所提问的问题，就是刚刚唐鹏有讲到，就是刚刚讲的资源不平等的问题。那这个是问说，现在很多活动像远程教育、Uber 打车、Airbnb、DoorDash， 甚至今天我们大家报名这个活动所用的 KKTIX， 有一些会被忽视的人群，像是老人或者是低收入户家庭。那这样子的话，这些部分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对，我想蛮重要的一点就是确保说本来的他们习惯的做法还是可以继续的接取到所需要的服务。那我举例，好比像说我们在去年
对于不管中低收入户或者是本来不是中低收入户但是生计受到疫情影响的这些我们扩大的急难救助的这个方案。那这个方案跟其他的就不太一样，举例来说像教育部的孩童家庭防疫补贴，因为年轻的孩童的家长大部分至少去便利商店用提款机的能力是有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你在线上输入你的银行账号，你的小孩健保卡号，或你去便利商店的提款机输入一样的号码，这个插入你的卡片立刻就提一万块出来或转一万块到你的账户，那这个就非常的容易非常的方便。那但是如果对于这些扩大技能救助的这些朋友包含很多长者，也要求他们做相同的事情，那首先他们就未必有银行或邮局账号，即使有也未必习惯使用 ATM 或者是线上的网络银行，那所以如果那样子的话就会把很多人挡在外面，所以我们采行的方法不是这样子，就是当然有线上的，但我们主要推的是让他们直接去填一张申请的好像明信片这样子，就是免付免贴邮票的一个一张 A4 纸，所以他们填了最基本的资料，那把邮局存折或者是可以收到支票的地址写在上面之后，折一折就丢到旁边的邮筒就好了。那之后呢，这些就会被集中到一个邮政信箱，然后也是一些比较弱势可能不良于行但是打字完全没有问题的朋友帮忙去把所有这些电子化，那输入之后又回到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线上的系统，那就可以确保说快速的拨付或者是寄出这方面的邮政的支票汇票。那这个就比起我们之前的系统，就是大家都跑去卫生所或者卫生局排队那要让这个很可怜的这个卫生人员帮忙输入全部的资料来讲，那这个也是数位化，但是这个是流程本身的数位化，而不是逼着我们的这一些比较弱势的朋友们硬要学习什么新的东西。所以像这样子的数位化是以使用者为中心的，那它是让科技来配合我们的社会上面这些实际的需求，而不是要求社会改变做法来配合科技。那所以同样是数位化，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往 inclusion 就是包容共融的这个方向来进行设计。那当然私部门在设计的时候常常是只照顾到付得起他们产品或服务的钱的人，那所以这就体现到我们的社会部门跟公部门的服务设计就更加的重要。先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那 Joseph 有什么想要追问的吗？或者在场的学生有没有想要追问的？那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因为您一直强调就是科技的包容性嘛，跟我们未来最重要其实就是体制要保持这种开放性，让下一代跟未来的人可以决定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那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会不会愿意把一部分的公民权利转交给科技来参与，例如说决策或者参与一些参政，这种会不会有点就是把它转交给非人的一个演算法，你觉得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是我觉得关于谁的事情就要有谁的参与，我们目前透过像 join 平台像 polis 这样子的技术其实已经一定程度上面扩展了我们的公民权的定义，也就是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什么禁止塑胶吸管什么的倡议的联署案，那王炫如委员他现在是我们开放政府的推动小组的行政院院级的委员哦，那但他现在才19岁嘛，他提案的时候才刚满17岁嘛，那所以刚满17岁按照定义应该是没有公民权才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些演算法它的包容性比较高，它只要求它有一个在地的SMS 的一个门号，手机门号，他不去问他几岁，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的参政的能力就提高了。那又因为这个演算法是开放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不分年龄的朋友哪些人同意他的论点，哪些人不同意他的论点，在同意跟不同意中间不能互相叫骂，而是只能按赞按虚嘛，就是 upvote downvote， 那所以最好的正面跟提醒他可能有些问题的论点就可以浮上来，让我们能够就事论事的讨论等等。但是我不会认为说这是把公民权转嫁给演算法，我会觉得这演算法在这里不是一个代议士，不是一个 representative 的角色，它只是一个
presentational， 就是它让你的经验让你的感受重新展现，它是一个空间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代议者的角色。那当然我们会越来越多打造这样子的民主的亲社会的这些空间，但是空间跟代议者的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没有 principal agent problem， 就是他自己没有他自己 的 interest， 他只是让人际之间能够沟通更顺畅。其实像我们现在用这种视讯软体里面也有很多演算法，也有很多 machine learning， 就是大家网络稍微有点不稳的时候，它甚至会帮你脑补零点几秒你的声音等等，让其他人觉得就是你讲话更顺畅之类。那但是我们不会说我的眼镜取代我的眼睛嘛，我们也不会说我们这套视讯软体取代掉我们说我们把一些我们的决策权自主性交给我们的眼镜还是我们的视讯软体，不可能这样想。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这些里面演算法扮演的角色就是空间，也就是连接者的角色而不是代议者的角色。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那这一题其实有非常热烈的讨论，大家非常想要提问。那现场好像刚有人举手。哦，是我，我是来自北科公馆的温佳宇。我是想问跟刚才那一题就是 PPT 这个有点像的问题，是说大陆他们啊，其实大家都蛮知道，就他们的微信支付什么那些很方便，然后或者他们很多都已经线上化了，然后我想问为什么台湾还是好像无法，就是像会有老年人或是无法使用的那个问题，那我们要怎么去就是跨过这个坎，让全面都开始电子化这样。不过为什么要全面电子化呢？在北京政权他们这样子推行，他们当然是有控制社会的这个用法嘛。那像最近新闻上面也有看到说有人去抗议啊一些事情，结果他们健康码统统变成红码哦，那所以就再也没有办法进入他们所抗议的那个地方，也就是透过行动管制来达到这个维持稳定的这个目的。那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当然单一的支付方式、单一的通行方式，就是说多元性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对他们社会秩序的威胁。那所以当然就会希望不管老少全部都用相同的方式哦，这样比较容易控制。但是我不确定说在我们这边就是在便利商店有些人像我阿妈还是拿现金出来支付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不确定就是在你看起来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哦，不是，我是也觉得可以付现金，但是好像就是大多的事情还是无法线上，或是商家还没有那么多的，几乎都是可以，我们可以知道都是比较多的，连锁企业才有那些线上支付，但是像小吃现在也开始有小吃摊有，但是到台湾很多地方还是很需要只能使用现金这样子。那想要问，因为我自己是很蛮推行，就是想要都可以用线上支付这样子，这样才不用，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这样。对，我觉得两个啦，一个是说，对于很多小吃摊来讲，它的就是在以前你要有一个 POS 机啊等等，你投入了资本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如果只是纯粹经济上的考量的话，那我们是有推行一个叫云市集的这个方案。那在最近一年，如果你看到比较多小吃摊装了，很多是因为云市集的关系，就是政府吸收 80% 的建制的成本，而且也尽可能的让他用现有的他本来就没在用的一台比较旧的平板或者是手机，就可以透过软体的方式哦，达到线上支付的收付。那所以这部分当然是他如果有意愿的话，我们尽可能在不管是就是查税上面啊，或者是在导入上面啊，把他一开始觉得他要投入的成本把它吸收掉，那这个是有做的哦，这个不用担心。那但是第二个是说，你说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要分两个方向看，一个是说你自己觉得方便，就是那个消费者本身觉得方便，还是其实那个店家本身他收银的人啊等等也觉得方便。一个系统它要能够良好的导入，如果没有我们刚刚讲那种由上而下的强制力的话，那它必须要是对于所有人都是更省力而且更安心的。那在有更省力更安心的方法出现以前，如果只是让某一方就是顾客这一方省力，但是他让就是营业那一
方不安心的话，那我觉得也比较难推动。那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相关的计划是所谓的 T 大使，就是让像你这样子就是觉得哎，这个很省力而且我也觉得很安心啊的人，能够透过 T 大使的方式在毕业之后花半年的时间去帮助在地的一个商圈或者是一些社会创新的事业之类，他本来完全就是觉得非常不安心，就算他导入零成本甚至倒贴他都觉得不想导入这样的东西。那双方可以彼此互相了解，你要去了解到说他不安心的点在哪里，那透过你的创意去导入一些方式，让他可以了解到说这件事情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靠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际的网络去确保每个人稍微有一点疑虑的时候都有比他稍微懂一点的人可以来学习。那这个大概必须要靠这样社会网络的方法才能够普及哦。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了解了，谢谢。那谢谢你，谢谢唐凤。那接下来我们接第二个问题，来请子云代表提问。好，这个问题是来自大同公社的王乃静同学。那我的问题是，现在的社会的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这些科技的能力其实已经不亚于人类，但如果机器使用不正当就一定会造成社会问题嘛。那想要请问演讲者，对在社会创新的过程中，机器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取代还是为了辅助？要看我们希望机器做的事情是我们很不希望自己做的，还是我们从中在做的时候是觉得哎，还蛮有乐趣的哦。那所以如果我们完全不想自己做的，也就是任何人来做都一样，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像个机器，而且既没有主观成就感也没有什么创造力，这样子的事情当然早就交给机器做了，而且不需要等深度学习了。以前还叫什么办公室自动化啊什么的时候，工厂自动化的时候，基本上这些事情都已经交给机器做了，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因为本来就没有几个人会喜欢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但是只要是关于人际互动的，关于有创造力的这样子的事情，那就像刚才讲的，机器可能它的工作就比较是一个有一个创造互动的良好的品质的空间的这样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它就变成是人跟人中间的连线，而不是把某些人抽掉，把那个人换成机器人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是纯粹辅助的，我把它叫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能哦。那完全取决于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我们的 norm 说这些事情任何人来做都很不开心，或者这些事情人在投入的时候是有一些主观的动机来投入的，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所谓 human in the loop， 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循环之中的一种设计方式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那王乃亮同学有没有什么想要追问的吗？OK， 那我因为这个主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先切下一题，请 James 来代表提问。好的，这个是来自台北科技大学智慧自动化工程科的黄安华跟简嘉怡所问的问题，就是唐凤您曾说过最重要的关系是伙伴，那有时候大家一起讨论反而不见得有效果。然后在当中我也就是我看到很多现场提问也有跟说要如何将两个想法不一样的群体结合，那我想这个跟这个应该有相似的一些观念，那想请唐凤回答。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有没有朝向共同的价值的一种迫切感。那只要有朝向一个很明确的共同价值的迫切感，就算我们目前立场完全不一样，价值观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迫切的好比像说要达到净零，大家都关心这个我们下一代到底还能不能住在地球上。好，那只要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就算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可能我觉得是要靠大家的消费习惯、生产习惯、节能等等来改变。说不定你觉得没有啊，我们只要把一个很大的遮阳板这个丢到大气层就什么都解决了。那但是即使是有不同的取径、不同的想法，但是只要那个共同价值是相同的，我们一定可以谈出一些能够互相帮助的地方，那也能够增广彼此的见解跟视野。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 common purpose 的话，那我觉得就比较难叫做伙伴关系，可能就是亲朋好友这样子的关系，它不是基于 purpose 跟共同的可能未来共同的价值而结合哦。先回答到这边。谢谢唐凤。那王安华以简嘉怡同学有没有什么想要追问的？现场有没有什么想要追问的问题？好像有，如果有举手的话可以直接开麦。那个唐凤老师，我想 我自己想要追问一下，我之前有跟同学就是参与一些那个团队合作，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由于我们有一点点因为价值观或者是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有不小的冲突，就是大家各有各的考量，然后最后就是大家就是吵架，然后这样子彼此的冲突这样子。会怎么？你们会怎么去，就是去解决这样子？我觉得吵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吵架，反而是让彼此没有学习的机会嘛。那但是我觉得吵架它有对事情的，就是我的观点不同，你的观点不同。那有对人的，就是互相否定。那只要确保我们都是朝向对事情的方式来引导吵架的方式，我觉得吵架是非常好的，吵架是一件好事哦。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如果不吵架的话，很多时候内心的小剧场，如果看到对方做了我们觉得是错误的事情，但是你不跟他吵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的话，那很容易就产生一种哦，那你伤害到我重视的价值，我哪天也要伤害你重视的价值，这种很负面的报复性的感受。那或者是说我想要跟你不一样，你是会做坏事的人，我是好人，那想要贬低你的这种感受，那这两种都是对人不对事的嘛。那到最后客观上你自己不会变得更好，而且事情也不会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把精力是放在说我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有不好的影响，那我希望下次你在做同样事情的时候考量到什么配套，就不会有这种不好的影响，或至少对这种影响可以给予补偿。那这样子的话，你透过这种对事不对人的方式提出，其实还是非常 aggressive， 还是具有攻击性的，但是你攻击的是这件不正义不公平的事情或者不正确的状态，而不是针对这个人，因为你也只是希望下次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而已。那如果双方都是用这样子的观点，其实一下这个吵架就可以收敛。那即使只有单方用这样子的观点，那对方一直在对人不对事，很快就会难以为继哦。那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透过去想象下次在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避免不好的结果，或至少给出配套的这个方式来对事不对人的吵架。那多练习这样子的吵架，很快你就会发现说，说不定你想的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哦，人家有一些很重要的价值，那这个时候双方的价值才有可能凝聚在一起哦。希望回到这个问题。好，谢谢唐凤，谢谢这位学生，谢谢唐凤。那接下来我们请James 来代表提问下一题。这个是来自明传大学应用英语学系全真理的问题。那委员曾在过去的专访中提到，台湾需要建立不怕失败的文化。本讲座好奇学生大在问是串联国内外子学，就是等等的。那就请唐凤自己看问题，直接回答，因为这部分的时间有点紧凑。是。除了好奇心就是自发探索的这个能力之外，我觉得刚刚就是说透过互动达到共好，就是想象中我们一定有一个这个可能可以达到的共同的价值，虽然现在还看不到。那然后透过这种对事不对人的反复辩论的这种方式，试着往那个价值来趋近，我觉得这个是除了自发的好奇心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谢谢唐凤。那在场有没有什么想要追问的？OK， 那我就切下一题，请子云来代表提问。这一题是来自 JPL 的灯开六，那他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用手机联络嘛，那请问唐凤委员，现在科技的发展会不会造成现代人谈恋爱变得很困难，因为都只能通过手机联络嘛，然后也越来越少人想要结婚。
这是两回事啊，对不对？谈恋爱就算很容易，还是越来越少人想结婚，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这两个难以混为一谈哦。我觉得要分成两个部分来回答了。首先就是各自滑手机的这个情况，各自滑手机的情况，刚刚讲到的是很多时候是所谓一个 microaggression，就是我想要传递一个讯息给旁边的人说不要打扰我。那但是就像我刚刚说，哎，那你挂个免战牌说旁边不要打扰我，但是你同样也要给他一个合理的期待，说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打扰我了。如果你的事情很重要，我得下个番茄钟就把你排进来哦。也就是说，暂时的把注意力转开去进入网络世界或进入荧幕，它后面必须要有一个承诺。就是说，哎，那我处理到某个段落之后，哎，我就可以全神贯注在你身上。那这个就比说你部分时间在荧幕里，部分时间在旁边的人，双方都没有办法兼顾，而且是脑袋里面可能本来可以放7+2个事情的脉络，那因为立刻被切成一半，就只剩3+1、3.5+1个脉络。那这个时候等于是脉络混在一起的情况下，也很容易产生人际沟通上面就是辨识对方非语言讯息，因为频宽只剩一半嘛。变成没有办法恰当的理解他的意思，所以就是全神贯注，不管是专心看荧幕或专心看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在大家要学习的一个习惯哦。那但是即使大家都养成这么好的习惯，也未必会结婚嘛。因为现在大家也发现说，传统上面，我们的结姻就是家族跟家族之间的联系建立的这个要求，那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人来讲，好像这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为家族的需要而结婚，好像两个人只是家族的代表等等。那我们现在都已经修改成18岁，才结婚了嘛？像以前那种一个16岁的人，因为家族的关系而去结婚，这种事情好像完全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当然就比较晚的结婚，或者是考虑比较慎重之后才结婚，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那现场学生有没有什么想要追问的？大家好，我想请问，嗯。唐凤，就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还是由于现在有很多手机的软体，就会使人更加容易认识很多的人，那也会导致出轨的成本变得很低。那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呢？不过就算有手机以前，这个问题也都一直存在嘛。那在聊天室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说，当手机的内容比伴侣精彩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也是跟你的问题非常的像啊。我想这里也是因为手机的荧幕的大小的限制了。就是说，之前我有去某个大学演讲，那个大学的好像是教务长吧，就很坚持说他在上一些课的时候必须要把学生的手机全部都收到好像叫什么停机场的地方。那原因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讲课没有自信，他认为说这个他手机上一定比他讲的课精彩，所以他只好认输啊，就是让大家把手机收起来。那但是这个不是跟我们在推行生鲜用品。好像乍看之下有点背道而驰嘛，但是其实是不会背道而驰，因为平板，尤其当你是放平的在桌上的时候，它有一个社会性，就是它不怕你旁边的人看。那但是手机，当你这样子拿着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反社会性，就它是把你对面的人挡在外面。对，我的具体建议了，就是说大家可以练习，用平板，或者就是总之不是用小的荧幕的手机，那大的荧幕的手机也可以，考虑把它投影出来，或者是把它放桌上。但总之就是把这种比较个人式的内容变成共享的内容。那当它是共享内容的时候，就没有谁比谁精彩的这个问题嘛。你旁边的亲朋好友、你的同学、你的伴侣等等，都可以加入，你正在就是看的事情，那就变成是。好几个人的事情就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就是数位，就是不止一位的意思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使用这些装置的方式。那再次的，我再次说，就是对我来讲，手机是必要用的时候才用，而且尽量不去碰触控的荧幕。我在开会或者是我在做其他社会性的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平板放平，或者是我的电脑投影出来这个情况。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那我们请 James
代表提问下一题。这个虽然是来自我的问题，但其实这是我在看到，在刚刚现场提问的问题，就像是林信惠、刘静安、Jessica， 还有山村人等等的人都有问类似差不多相同的问题，那我就尝试的去涵盖大家问题再问一下。就是为了提升用户经验的话，很多浏览器会使用 cookies 来进行推荐演算法，或者是可能在虚拟区块链当中，他们可能也会使用到各项技术，而这些当然都会延伸出很多在法律上或在道德上面跟一般人的想法，可能传统的想法相对违背的一些可能冲突，就在观念上会有所冲突。那想问说，我们这样子面对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要做取舍的，或是要怎么样找一个平衡点？对，其实这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以前在隐私的保障跟资料的可用性中间感觉是一个零和的，就是好像一个dial， 你往这边拨一点，那边就损失一点的情况。但是近年来所谓的隐私强化技术 PET， 它就是让你不需要在这个中间做取舍，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 opt in， 说我想要把我比较像是哪个方面的兴趣的 profile提供出来，但是我可以随时检视，我也可以随时编辑，但是呢我的每个网站每分每秒的浏览行为这个就跟广告商无关了，我压根就不想分享出去。那这个是像 Google Chrome 的 Privacy Sandbox 正在做这方面的设定。那又或者像说我其实根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的操作习惯，我可以透过我加入哪些社群透过这些社群所谓的资料信托或资料公益信托帮我去找到好像共同购买一样我觉得优质的新闻的来源或者优质的讯息的来源。那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在做 data trust data altruism 的这些题目的人想要带到的一些方向。那当然就是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像欧盟嘛，就是每个网站任何时候要使用 cookie， 包含就是第一方第二方第三方各种各样的 cookie 的时候，都会冒出一个很大的选单来。那当然也有一些浏览器的一些扩充套件，让你能够就是把你的选择立刻就对应到这些网站上面等等。所以当然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做法，那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要让各方都觉得既省力又安心。那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方式的，我觉得到最后市场就会开始慢慢凝聚到这个点上面哦。所以我觉得目前最主要的还是不要有一种这是取舍的心态，要了解到说在现在这个零知识证明、同态加密、分散式的联邦学习等等这个时代，差分隐私的时代里面其实不需要做这个取舍哦，要先有这个认知，那接下来才是说那我们想要站在这个点上面去收敛到一个高可用性又高隐私保护的点，那个路径要怎么走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那现场学生有没有什么想要追问的吗？那个委员您好，我想要提问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跟用户隐私安全相关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的公司，包括 Google 甚至 Microsoft 甚至 Apple 都会提供所谓的用户隐私权限的检视选项，就包括让我们检视说我们有哪些资料是 sharing 的，或者是哪一些资料是会被公司取用的。但是相较之下，各个公司或者是各个软体各个第三方服务提供的厂商都会写说我自己会收取您哪些资料，或者是哪些资料我并不会读取，我不会存取，可能这些资料只存取在本机端。但是身为一个普通使用者而言，一个厂商公布的资料是有限的，从它的文件甚至它的 code 我们不一定会知道。像是这种解决方式啊，政府有没有可能或者是试着去设想说有一个由中央或者是政府统筹的可以公认的隐私安全的审查机构？因为像我们现在有就是个人资料保护法来保护我们个人资料，但是相较之下要回归一个人本的问题，就是各个厂商的诚信的或者是他们的公司利益等等的，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确实有一个可以比拟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嘛。我们如果在网络上面买东西，那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鉴赏或犹豫期。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如果觉得哎，这个我网络上看到是这样，但是收到了怎么不是哦？那你就可以退货。那如果这个商家想尽办法刁难你，不让你退货，或者甚至说他当时网页上有一行小字说概不退货，你已经看到了哦，这个其实没有，但是假设你看到了吧，那就会有一些权利不对等的一些情况。这就跟你刚刚说他说不收集，是否还是收集了呢？或就算他说要收集，难道我真的知道他后面的这些 implication 吗？是有非常像的一个结构。那在台湾我们知道说这不是个人消费者的事情，而是有整个体系，就是消保官我们消保会消保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所以只要有足够多人遇到同样的问题，那我们的消保官就会介入，那甚至如果严重的话，我们的公平会也会介入，那去对于这些大的网购的电商平台去进行裁罚，或甚至要求他去做出特定的补偿等等。那但是我们对于隐私的侵犯，尤其这些大型的服务的平台，确实目前并没有哪一个像公平会或者是消保那样子的机关具有这样子的公权力。诚如你说的，我们目前的个资法在这个上面是比较不足的，因为它在制定的时候还没有这种具有垄断地位的搜集大量隐私，而且就是要卖这些隐私给广告商的这些大的平台服务存在嘛。那所以我们目前也正在更新这方面的法律，那它可能就不是透过个资法的更新，而是透过新的那个叫做数位通讯传播服务法来进行这一方面的他律的手段。那所以如果这个题目感兴趣的话，应该过两个礼拜左右吧，两三个礼拜应该就会公布数位通讯传播服务法。那同样的，就像公平会是独立机关一样，这一部法的主管机关也是独立机关，是 NCC。 那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相信之后 NCC 会有更多的资讯释出，那也很欢迎就是公开征询的期间表达你的意见，这样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那这一题的我们现在时间有限，然后后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我就是可能不是在这两个主题内的，那我想现在先开放进入综合性主题。那综合性主题最一开始其实大家都有非常多的问题。那我先想请问唐凤，您其实对于科技非常非常的热忱，那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您参与政治跟加入政府？哎，这两个有什么冲突吗？社会科学、公共行政也都是科学啊。我们促进民主的这些技术也都是技术啊。我不会觉得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然后好像就是用比较硬的技术才是技术哦，工业技术才是技术哦。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怎么样从不同的观点快速的能够达到彼此信任，那透过这个信任达到共同的目标，那以及对于我们彼此在意的事情能够取得就是彼此的给出交代 accountability， 那这些都是科学也都是技术。那所以对我来讲，在政府里面工作恰好就是这些社会科学跟社会技术能够实证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而且我也有在那个 social archive 有写 paper 嘛，所以这个跟研究工作是不耽误的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那接下来交给子云来代表提问。好，那这个问题是来自淡江大学的徐硕伟，那他想要询问您，就是因为您是台湾史上第一位跨性别的阁员，那想要请问您对台湾多元性别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应该不只是台湾史上，应该人类史上，那第一位跨性别的阁员，我觉得大概两个方向吧。首先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理解到说，我们一个人的命运不应该由我们的生理来决定。那这个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可贵的地方。那我们不管是在之前
就是关于性别影响评估啊，这个性平会啊，等等，那到性别平等教育法、啊、等等的通过，我觉得现在大家大概都有共识，就是说一个人他的贡献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不是说他的生理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贡献打个折扣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棒，就是不因性别而指定哦。那你说第二个部分就是目前有很多空间，他试着就是多性别化、多元性别化。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但是也是要确保刚刚讲到的，就是对每一方来讲，他都是更省力而且更安心。就是不能够说好像某部分人他的省力或安心是建立在让另外一部分人更费力更不安心上面，那这样的话就失去我们的多元创新的初衷了嘛。所以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在我的办公室，也就是仁爱路三段99号社会创新中心，当时是军营哦，那所以当我们把它改建成社创中心的时候，我们光是在一楼我的办公室旁边，那就有就是性别友善的男性的女性的跟就是身障的，就是通用设计的四个不同的洗手间，而且都一样大。那所以这个当然就有很多的好处，因为都有 redundancy 嘛，就是不管你是任何情况，大概都有超过一个可以使用哦。那但是就算你是只愿意进入其中某一个或只能进入其中某一个，那至少你的空间跟之前一样大，也绝对没有被干扰到。而且事实上，因为就是排队分散 high availability 的关系。你等待的时间一定比以前短，所以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更省力，而且至少同样安心。那我觉得我们任何社会的变化大概都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够快速的被大家所接受，你才可以说 why not， 为什么不试试看呢？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那我们今天时间其实已经结束了，但问题实在太多，那我们这边就再开放最后一题，那请James 代表提问一下。这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由北科大大资财硕一的张兆仪所提问的，就是我有看，就是他说他有看到唐凤推荐的《激进市场》，也有参与过总统杯黑客松，很想知道如何把这本书的方法应用在实际生活上，甚至是政府。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大概没有办法用讲的。不过还好，就是我跟 Vitalik 啊、Glenn 啊等人，有一个社会创新组织嘛，叫 Radical Exchange， 所以欢迎继续关注 Radical Exchange.org。那里面就有讲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些多元的创新的应用在全世界的各级的政府上面，目前都有达到一些合作。谢谢。谢谢唐凤。那我们。座谈会的时间，正式的时间是到这边结束了。那谢谢唐凤愿意来与我们互动，以及被我们拷问。那也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好问题。那虽然没有办法带到我们所有收到的提问，那希望这个小时大家都收获满满，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好奇心，继续前行。那在节目结语之后呢，唐凤也愿意在线上多留到12点左右，那大家可以留下来继续跟唐凤互动。接下来我把时间交还给仲文，再次感谢唐凤今天加入我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唐凤这次非常精彩的访谈，那我对学生们的提问进行非常详细的回复，让我们了解到技术如何对社会有所帮助和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也谢谢同学们在活动中积极与唐凤的对话。那么在访谈结束前，有请唐凤送给同学们一句话。好。那就是刚刚那首诗的最后一句话哦，Whenever we hear that a singularity is near,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 今天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唐凤。接下来有请刘老师公布得奖名单。我这个任务太困难了啊，不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但是在没办法的当中，我就。选出几位来有代表性的啊，第一位我觉得像 Nico 蔡，他是问如何进入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唐凤解释的非常好，我的话大家都想要进入这个领域，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就给他 A 的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一名啊。那么第二名的话，我是给这个黄安华，还有这个简家顿，台北科大的。他说怎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伙伴，我觉得人
我个人认为是每个人力量都非常少，一定要有伙伴，没有伙伴的话你就很难就往下走，所以我这个两个人啊，我想就各给这个我们的这个500块钱的奖金，各给一个500奖金。然后第三个的话，我就看到这个大同大学这个杨元宇，他有关这个七一点那个还有自学建议如何，我想唐总就讲到说他夸奖我们好奇学生，我就挺高兴的啊。那所以我就很私心的就办这个问题就给了这个杨元玉。OK, 这是事前的问题。那么现场的问题的话，我实际上只选了两名。第一名是这个丹阳大学教育心理智商研究所的王硕维。他这个跨性别的问题，我个人是年纪比较这个稍微长一点，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代表这个社会的进步。我觉得他问的非常非常好，那唐凤答的更好，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挺欣赏的，就是给他这个我们的第一名。第二名是北科大的张，我忘了那个是张兆官是不是？还张什么同学的？就是最后一个问题的，那么我给他第二名，对，第三名同学。好，我的报告到这里为止。感谢这个问问题的，也感谢这个答案的，这个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好，谢谢刘老师，恭喜以上得奖的同学们。诚如在演讲开始前所说的，我们非常鼓励同学们习惯在活动开始前先上网查找资料做预习，并提出自己的问题，希望同学们都能大胆提问，成就非凡未来。我们下一期的演讲将在2022年9月30号星期五上午10:40到11:45举行。我们邀请到了成大苏慧珍校长为我们带来演讲。同时，我们一直都很欢迎各位同学加入我们的工作团队，请扫描我背后的 QR code， 在表单中的问题区留下我要加入和你的联系资料，我们将会根据同学留下的资料主动联络你。参加这个志工活动，你将可以增进自我视野以及扩展领导能力，相当推荐各位同学在进入职场之前，现在就参与团队的运作，作为职场体验，保证你受益良多，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感谢本次与会的各方学校，各位同学们，如果您对演讲有任何建议，欢迎使用我身后的问题表单回馈给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在演讲中体悟到不同的见解，不仅仅从演讲者，亦可从其他同学身上学到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再次感谢唐凤，为我们在座即将踏入社会的学子们提供丰富的知识、精彩的人生经验。最后，在这里也要感谢本次活动中参与幕后筹备工作的师长同学们。首先是大同大学的何明果校长、许超云院长、包昌龙主任、陈伟杰老师、李尚林老师，还有与我们合作的陈义谦老师，以及本次的宣传代表林同山同学。嗨。还有一大早不断的在跟各位确认设备的本次设备代表欧瑜同学。嗨。与唐凤互动的访谈主持人汪纯安同学。谢谢大家。以及两位辛苦的访谈同学 James 和王子云同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以及为我们活动进行剪辑录影的佩轩，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大胆提问，成就非凡未来。我们九月演讲再见，拜拜，拜拜，拜拜。请那个唐梦留一下，留一下，没问题，我会留到12点。好，那个校长还有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继续留下来的。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谈不完的事情真的这个会一直冒出新的问题来yeah, 这谈不完的，而且这个每个都很好呀，对，我觉得都很好，我这个做了很多笔记呀。那这次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啊，就是全部用问答的方式来进行啊，让这个同学的参与啊就更多啊。对，但选问题那个策展的方式我觉得很好，就是问题之间彼此有逻辑关系嘛，所以感觉还是像一场演讲这样，所以策展人也是很厉害，很不错啊。所以这个要非常这个钦佩我们的刘登凯学长啊，他是我们这个大同大学电机系的学长，他这个负责火星计划，能够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啊，把这个
同学啊，从世界各地啊，不同学校这样子把他拉在一起啊，在这边一起来这个主持这个节目啊，然后提问，这种努力其实是令人非常钦佩的，而且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要互动，就是要互动，而不是说我们大家录影录一个演讲那给大家看啊。这个刘校长虽然这个非常忙啊，但是他一直坚持啊，带领这个团队啊，请大家去找这个有意愿参与的同学啊，这里面像小丽已经毕业很多年了，还是继续的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我相信今天所有参加的同学，你们一直持续的参与这个活动啊，这个在你们的人生里面都会留下一个很重要的记录啊，对你们人生的发展绝对是有帮助。我想以后唐政委要是看到大家的 resume， 以后把你 hire， 一个亮点。虽然应该 resume 就赶快上去了。嗯。哎，谢谢校长夸奖。我跟你讲，这个校长，我们就找对人了，这个事情就解决一半。对，剩下来事情我就不要担心了。还是要这个学长这样不断的坚持我们那么六年七年这样子的这个活动啊，累积了非常多的这个演讲跟经验。那今天又找到这唐凤唐政委啊，我想他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学生的活动啊，这个学生的活动里面。这个虽然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后面躲着啊，但是我们就是坚持让学生发问，我们绝对不跳出来，跳到前面，又是老人家带着一群小萝卜头在那边干，我都是让同学自己出来推在最前面，因为这个未来世界啊是由这个学生来组成的啊，就是由学生来组成的。那今天非常这个感谢唐凤能够来参与啊，我想最后这个未来也希望这个继续啊。来给我们这样一个活动做支持。那大鸿大学一直在这边扮演主场啊，但是我们邀请这个全世界的同学，华人的同学啊，这个不管你是在美国读书，在欧洲读书哈、啊，在南部，在北部，我们希望把这些同学集合起来啊，大家交朋友来一起把这个活动把 organize 来一起 push 建立一个新的一种交流形式。我这里必须要对我们的行政院要夸奖一下，我通常对行政院印象不很好，这次必须要夸奖一下，因为我跟唐凤不认识，那我就写了一封信到行政院，行政院转到唐凤办公室，他居然对我们没有歧视的，这点我非常非常高兴的，所以我这里必须要夸奖一下的，因为这个就是我相信是在很多人努力之下，不说一定要有权有势的人经过人来介绍，那我们台湾走出这个社会就是认为说哎，这个东西对于方向是对的，有意思，他们就会来做，这点我必须要夸奖一下的。是因为青年参与本来就是我的业务，所以只要这个活动的主导者都是35岁以下为主，那这样我基本上大概都会答应。学生85没有没有，这不是歧视了，就是说，对，打字写错了，对，30很多是跨年龄、跨世代，但是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重点还是谁来掌舵，谁来决定那个策展的方向。那我觉得能够就是长辈，包含我自己也是长辈了，我也超过35了，能够把这个方向交给年轻人，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对，我想那个刘博士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了，在这个。终身的学习啊，终身的推动各种的这种创新的这种想法。那我希望今天能够参与的同学能够持续的参与啊，持续的参与，不是只有为了唐凤来，你应该是为了你自己，你每天都应该来。然后大家去看看以往的这个我们这个活动过去那么多年来的这些活动的那个主题，那你可以看到同学们的进步，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为了年轻人愿意上来做这个演讲。好，来做这个演讲，然后这个贡献他们的这个时间跟的这个经验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这种精神啊，是大家可以值得学习的。可以，我非常感谢同学，但是我要讲一下，我觉得上天啊不是很公平的。那我看着这些同学们，我都觉得是这个上天偏好他们，这个就是学霸，然后又是这个我说女生漂亮，男生英俊，我的，我觉得上天对我来讲不是很公平的，不过我也就接受了，没关系的，习惯就好。然后也希望经过这个唐凤，有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透过你办公室，说不定可以再邀请一些我们这个 OK， 就是对于年轻人有兴趣
对年轻人想要再推广的，来这个我们演讲，这个演讲人的年龄我们不限制啊。那很好，嗯，很愿意，很愿意。就是如果以后有人问我说，哎，这个活动怎么样的话，我是绝对会推荐他参加的。好，感谢你。同时说不定也可以，如果我们哪些人我们没办法联络到他，但是我们同学很想听他的话，也说不定也可以经过你办公室来试试看，可以啊，帮我们联络一下。好，谢谢您来这里。那个我们的我想帮学生争取一下，我看那个大家好像很想跟唐凤互动，那在场的学生有没有想要就是提问啊？我看很多人举手。那我说了太多了，对不起。不好意思，我补一下，就是 有学生也请求说可不可以跟唐凤合照，所以我想说留个最后两分钟，到时候我们跟唐凤一起合照一下。现在吗？现在应该差不多，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剩五分钟了。对对对，那不然大家把镜头打开来开拍照吧。好，然后那我们就先拍一张照，然后因为画面有限，可能没办法每个人都融入啊，但就是大家可以加油努力拍一下。那我这边我也会拍一张，好，请大家看镜头，帮我微笑一下。那我喊321就拍咯，321。好 ，OK， 我拍了。那先交给 Tiffany。而且我们看看同学还有四分钟，我们抓个紧，同学没有想要问问题的啦。我交给现场同学，你们就开麦。如果没有人换，我要问问题。让给同学。好，让给同学。不好意思，好像聊天是有人想要提问哦。请问一下，我可以提问吗？可以、啊，可以。你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是学生，然后我是社会人士，然后我因为机会下，然后就有发现，就有看到这一个就资讯，所以我是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来听。因为我觉得很棒，然后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个目前好像是给学生平台去了解这种部分，但对于我们这种社会人士而言呢，其实有时候遇到出社会，实际上哎，可能不是我想要的，或是说哎，我想要跨领域，所以我觉得这种资讯基本上是很棒的。所以我想说，想问说，哎，唐友言啊，那有没有类似我们这种社会人士想要了解多方面的类似这种的学习的平台，可以让我们去多接触的？谢谢，谢谢。虽然我的工作是青年参与，但是我也同时办理开放政府的工作跟社会创新的工作。所以如果您去找就是社会创新的活动的话，我们有个社会创新平台，那上面有很多这方面的活动。那当然如果您是社会创新的组织，甚至进驻在我们仁爱路399号的社会创新的团队的话，那我也会很固定的最近是每个礼拜三嘛，去跟我们进驻的团队以及他们后面的网络去进行这样子的咨询。那这些咨询也都放在我的网站上面，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 YouTube 频道，那 Digital Minister .tw， 那在这个频道上面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些对话。那也很欢迎透过像 YouTube 留言啊等等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这样子。网址我放在这里。 OK， 谢谢唐委员。那有位同学举手了，邱同学，我所看到的就刚刚这位。啊，对，我得举手。 okay, 对，谢谢你。 OK， 对不起啊。 OK， 好，还有一分钟。那我自己过来。哎，唐委员你好。哎，请。哎，我是大同大学媒体作业系的主任。那很抱歉，我也不是学生。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其实会发现学生非常依赖网络，也非常依赖网络交朋友。可是在实体的实际的世界里面其实朋友很少。那以教学端的现场上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学生今天在心理层面受到一些挫折，有轻生的概念的话，恐怕会因为没有朋友导致没有办法及时的阻止。不晓得唐委员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是，我觉得当然一个人他如果已经
绝望到这个要提早登出哦，在前面大概是有一些征兆的了，所以我通常到最后面再来谈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发现什么已经有点晚了。那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前面，像您说的要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的系统。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好像只有在网络上面有朋友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旁边的亲朋好友都没有花时间去跟他一起进入他在网络里面的这个世界，所以就会变成是他里面的人际跟外面的人际变成完全没有共同的话题，完全分开的这个情况。那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辅导的老师啊或者亲朋好友啊，有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不管你觉得他在玩的那个东西多么无聊多么荒谬多么难以认同等等，还是多花一些时间去进入他在网络里面那个世界，然后也创个角色，也取个 ID， 也怎么样去认识他里面的朋友。那这样的话，只要他里面跟外面的社会网络可以有所连接，那这样子至少就是他如果在游戏里面或在网络世界里面有一些挫折怎么样，他的里面的朋友也会告诉你啊，因为你也变成他里面朋友的朋友嘛。所以主要还是要有共同的体验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Hello， 那个唐峰，那个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有人在聊天室传的，他说每个人的舒适圈都像一个小世界，被演算法包裹住，那导致很多问题被演算法挡在外面。那我自己是蛮有感受，就是我自己在 YouTube， 我自己有订阅一些频道，但是我有的时候想要往外面去找，就是看我就是随机找一些东西，但我也没有什么主题，但是他 YouTube 上面的首页都是显示我比较常看的节目。那这样子，唐委员有什么什么想法吗？有个东西叫无痕视窗哦，很好用的。对，好像不错。对啊，就是说你不想要人家留 cookie，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用无痕视窗开嘛。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这是我们资安的一个在行政院里面的一个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很信任那个软体，特别是一些视讯软体，那又不想要他追踪你，那最简单的就是你用无痕视窗开它，只用它的网页的部分，完全不要下载它的程式，那用完之后就把无痕视窗关掉，那这样下一次从他的角度来看你就是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也不可能对你再推送这种成瘾性的追踪，所以就是把无痕视窗用成习惯了，这个还蛮重要。哦，了解了解，这个真的学到。